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協辦的呢個活動咧，就係去澳門蒲一蒲，二人三足落遊澳門的啟動儀式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，當然啦，當然啦！我除了澳門這個第一次過澳門做演唱會，其實我11月14日我去廣州嗰度做演唱會，那個都是第一次，都未曾試過去國內開演唱會嘅。其實有冇緊張嘅？因為我覺得有很多嘢我哋係控制不到的，係嘛？可能你覺得，咦，應該好好嘅喎，但係點解會咁啊？其實我哋本身控制不到，我只需要。我好似某人所講，做好我自己呢份工咯。好少嘅，佢哋其實中意跑車，中意將自己嗰架跑車咧整到靚一靚，改裝到好好啊！一行出嚟好 sharp 啊，嗰啲死猴呼呼呼嗰啲咧，佢哋中意咁樣嘅。但係呢個落場咧，佢好少嘅。同埋咧，新加坡個法律咧，佢哋所改裝啊，或者啲死猴嗰啲咧，佢全部都係用合法嘅嗰啲零件啊乜乜，絕對唔敢，因為新加坡法律好嚴啊嘛。佢中意，結果佢嗰個跑車就攞嚟當作一個玩具咯。